When we wake, hear the birds and see the sun. Side by side, our fears are done. Oh, the good times just begun. Oh, we know what we have, let's hold on tight.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Call u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 With you and I, the future is bright. Crickets see the moon, side by side and through, no limit to what we can do. Hello, 大家好，我是 Pink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Don't stop, never give up, Pinky. Don't stop, yeah.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就叫 Celeste Terry 的。不能没有唇膏全系列刷色，包括雾面款跟水润款， Pinky 今天都会上唇画给各位看。现在大家看到我的状态是上一点润色护唇膏，没有任何的口红，等一下我也会用凡士林卸掉，不影响刷色。同时之间这部影片也是我第二次录了，因为第一次录的时候相机跟光线出了点问题，成果我不是很喜欢，所以这部影片并不是第一印象，而是第二次使用了，所以我使用的心得跟想法会更加完整。如果说你是健康肤色的人，或者是说你真的观望这组产品的话，你来对地方了哈！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要不要按个订阅？还有小铃铛。Thank you very much。好的，那就正片开始。I never knew love would come and find me one day. Oh.I never knew that you would be the one headed my way. Yeah. Oh, you caught me off guard and you took me back. Took me by surprise. Oh,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wanna do. Do you? Can you visualize? Yeah.
much doubt. Daydreaming, how do we find a way out? How am I supposed to spend my days when all I wanna do is feel reaching out for something that is real? And oh, I'm trying to heal. I wanna run with you, run away, just run away and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us. I wanna run with you, run away, just buy a ticket and I see you on the next bus. I wanna run with you, run away.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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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好的，抗刷色呢，大家有特别对哪个颜色心动吗？接下来呢 ，Pink 要跟各位分享我的使用心得想法，以及我最喜欢哪些颜色。那首先，我们先从雾面款开始讲起。雾面款里面呢，我觉得它的显色度还有品质都非常的一致，没有说哦哪个颜色比较显色，哪个颜色不显的问题。至于色调方面，健康肤色或者是说你的肤色调里面带点绿色调的朋友们，两个颜色要特别小心，那就是 Memory 还有 Pay。 Memory 这个颜色其实是非常气质非常时尚的，但是它跟我们的肤色有点太相近了，所以如果说你是在没有全妆的状态下擦它，会很像生病，就不是那么显气色。但是如果说你眼妆画得很好，或者是说那天的妆容很一致很完整的话，我告诉你 Memory 它可以画出那种很高级的欧美时尚感。另外呢，配它也对健康肌不是那么友好。为什么？是因为它的颜色是偏冷色调的，但是一样，如果说你有画全妆，或者是说你把妆容的重点放在眼妆而不是唇部的话，它会是一个很好的配角。一开始我刷色啊拍照片回去检查那些成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唇膏在我嘴巴上的表现，直觉的就想到 Pomegranate 的 Omi， 也是这种偏冷调的豆沙玫瑰色。总而言之，我觉得雾面款调色都调得非常好看，市面上也比较难找得到相替代的产品。质地方面呢，就是很滑顺很显色，它的显色程度呢不是那种刷吧擦一层就可以完全遮盖唇色的那一种。以我本身唇色这么暗沉的人来说的话，我擦一层可以遮到六七层，多叠加几层之后呢，虽然说黑嘴唇还是不会完全的被遮掉，但是颜色也不会看起来浮浮的，而是跟你原本的唇色融合在一起。以雾面唇膏来说，它并不会特别的显唇纹，也不会拔干。在试色的过程中，我唯一用的卸除产品就是凡士林卸掉唇膏，再换上另外一个颜色的时候呢，虽然说我的嘴巴会因为频繁换唇色的关系出现一些死皮，但是它也不会显死皮，所以整体雾面唇膏的表现我是非常满意的。那在这系列里面，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 Vintage 跟 Friend， 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偏红色系的唇膏。如果说是裸色的话，我也喜欢它带点 Pink 或者是 Coral Undertone 在里面，所以这两个颜色呢就非常重我。Vintage 一开始看搭配擦的时候，我以为颜色会再更重，但是到我的嘴巴上就觉得，哎。其实很日常，因为我肤色比它深嘛，所以 Vintage 这个颜色不管说是薄擦厚涂都是我个人大爱，也是日常应该会最常擦的一个颜色。雾面系列呢就聊到这边，如果说我还有想要补充的地方的话，我会写在资讯栏，大家记得点开来看。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水润款。不知道大家在看刷色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一系列呢它的显色度是比较不是那么一致的。比如说像 Fantasy是这一系列里面显色度最高的， Daddy 的显色力偏弱，其他的颜色就是介于这两色的中间。但是呢，显色度这一点其实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困扰，因为你可以透过重复的叠加去营造你自己喜欢的妆感。而且对于健康肌肤来说，我觉得水润款的这四色呢，你喜欢就买，不会出错。因为不管是说颜色偏浅的 Childhood， 或者是说带粉色调的 Fantasy，在我的嘴巴上看起来都非常的合理。而且一样，在转换唇色的过程中，我的嘴巴有起死皮，它没有强化我嘴巴有死皮，也没有颜色会堆积在死皮的周围的现象，
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均匀的。我在收到实体唇膏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评论区，大家就会讨论说，诶，他们觉得水润款可能上色的均匀度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以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水润款的唇膏，然后开价的大牌的精品系列香奈儿那些都有买过的人来说，就我的使用经验来比较，我觉得搭配的算是好涂匀的。来回涂抹的时候，有时候当然还是需要手指啊或是刷具的辅助来完成更好看的妆效，不过在使用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它的保湿感哦，真的非常的舒服，实实在在的油感不拔干，而且它的光泽感不会因为你时间的流逝而弱化太多。它的亮不是那种油亮，是水光的亮，明明是唇膏可以做出到这种效果，我觉得非常厉害。除了妆效颜色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很值得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它的管身设计。因为它的唇膏膏体非常的软，所以转开没几次就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膏体上有一些痕迹，因为它的膏体是做靠壁的设计，这样子的用意呢是要保护唇膏本身不会因为在运送的过程中那么容易断掉，但是相对来说就会造成这样子的后果。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丑丑的啊，或是不喜欢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点就看个人喜好。我自己个人觉得啦，身为一个消费者，当然还是希望说买到的产品是完整的，被保护的好好的比较重要。然后还有一小点我自己非常的在意，就觉得有一点点的阿展，就是因为它的管身是像这样子时尚的磁吸式设计，它们会互相粘在一起，但如果说你没有摆好的话，它们就会相斥，所以在收纳上的时候有点阿杂。像我在试色的时候呢，就是一把抓嘛，那有的时候没有抓好，它们会自己跳来跳去的，就觉得哎 ，bad girl。既然都聊到包装设计了，我想跟大家聊聊，哎，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包装吗？有人说会很害怕这个唇膏彼此之间或是手去摩擦它发出的声音 ，but I like。也有人说很像男士精品，确实也是有点 make sense， 但我自己更是觉得啦，那时候打开的时候啊，我好像买了两盒很贵的巧克力的那种感觉。因为泰大盘它就是做深蓝色的设计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品牌定位就是给人家一种比较质感洗练的感觉，唇膏理所当然就延续着这样子的设计理念。这样子的包装在市面上是比较少有的，很特别，所以我很喜欢。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影片，希望你还喜欢。如果说你是正在观望这组产品的观众朋友们，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大佩跟 Terry 他们都是独资制作产品的，所以基本上啦都是卖完就没有了。我希望这支影片问世的时候它还没有卖完，我好害怕。所以大家喜欢就买它。好的，真的要跟您说 See you next time 了。在您离开之前，不要忘记订阅、分享、按铃铛，订阅、分享、按铃铛。按下小铃铛的话呢，只要我上传新影片，它都会通知你，所以请记得回来哦。在你离开这部影片之前，我要告诉你，记得你是最棒、最美、最 amazing 的。See you next time， 拜拜。Love you。